在东京奥运为港队首夺空手道项目铜牌的刘慕常，最近出战了世界一级空手道超级联赛巴富站女子个人型决赛，今场面对着日本劲敌大野辉，以觅东流云手应战，结果获得 25.34 分的高分，但对手大野辉就凭着八步连获得了 26.54 分，最后刘慕常以 1.2 分之差落败，继5月摩洛哥站决赛再次不敌对手。 Grace 完成了四站比赛之后，总成绩暂时以 2,070 分排紧第二，而连赢了两站冠军的大野辉就以 2,310 分继续排在榜首。其实赛事还未完的，原定10月压轴举行的 K1 洛杉矶站早前已经宣布了延期，到时我们再一起帮 Grace 加油打气啦。大家想知道更多得意的时事资讯，记得比 like 和订阅我们的 channel， 最后按个铃铃，不要错过我们最新的短片。